Hello， 各位球迷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人呢，现在正在田尾宜兴园，这里改装之后呢，变得非常的棒啊！我在这边呢，好带各位朋友一一的看一下这里的所有设施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，在排队玩这个跳跳床，哇，这个可以跳很高，很棒哦。那每个小朋友跳个几下之后，就换下一个小朋友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有这个，旋转的设施，这个应该是练平衡感的吧？我看小朋友玩得很开心。好，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洗手台，可以洗手，小朋友在洗手。那边有网子可以攀爬，那边也有很长的这个椅子啊，一整排啊，家长可以坐在那边休息。好，那边的话有一些攀爬的设施，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矮的一个溜滑梯，好，矮矮的攀岩跟矮矮的溜滑梯，很适合这种小朋友玩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走。好，这边呢也有这个类似可以拍网美照的这个设施，半圆形的月亮，好，这边也有月兔。好，那这边呢有一些摊贩在卖吃的。好，这个的话就是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，好，坐在上面，然后家长在那里旋转，好，这样转来转去很有趣，可以看到他们开心。好，那我们再往前看。 OK， 这个就是一个旋转的网子啊，小朋友可以在里面爬着坐着，然后让其他人旋转，好，在里面旋转。小心小心，这个小朋友滑倒了，哇，还好有家长发现，还好有家长发现，谢谢，没事没事没事。OK， 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有这个有绳子的这个小小攀岩场，好，那边的话也有这个斜坡可以走上去，然后这里有溜滑梯。这个溜滑梯我觉得很棒一点在于说它很宽，而且它没有什么棱角，所以滑的时候很舒服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你看，而且很宽，小朋友滑起来很舒服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再往前走。好，那边有网子可以爬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巨型的网子可以爬，好，可以往上爬往下爬，中间有一些踏步，你可以练平衡感。 OK， 好，那边的话有荡秋千，我们去看一下荡秋千。这边的荡秋千很有特色，这个椅子很多，椅子真的超多，到处都是椅子，一整条都可以坐，没有椅子你可以坐旁边的石阶。那后面的话呢很大广场，你可以去那边露营。好，哇，荡好高哦，这个加油一点也可以很高的。好，你看这设施非常有趣啊，可以双向的，好，一个人坐一边，一个人坐另外一边，然后这样荡上去互相看，很有趣。好，不过要排队玩，哇，这边有一个不用排队的啊，立刻有人来补上了，它是一个平台，啊，实际上是荡秋千。然后呢，这个荡秋千比较适合小朋友玩，它是类似包尿布一样，小朋友就不会飞出去了。好，我们再往这边走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有沙坑，好，有沙坑，小朋友可以在这边玩沙，这里的沙子很漂亮。我们来这边看一下。鞋子的话放外面，然后这里的沙子。很干净哦，真的很干净，而且沙子的量很多，非常的多哦，所以很适合家长带小朋友来这边单纯的玩沙坑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会带各位朋友去看一下厕所部分。厕所的话呢是新建的，很有设计感，面积大的。好，这个下面都有铺小石头，这个石头呢是比较没有棱角的。好，谢谢小朋友，如果不小心掉下来的话，其实也不太会痛啦。好。哇，这边看下去很热闹，很温馨。好，哇，有人带鹦鹉哎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是女生厕所哦，很多很多，那还是要排队的哈，因为人很多。那这边是男生厕所，我很喜欢这种民酒啊的这种风格的厕所，维护起来应该比较容易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有这个蹲式的厕所，来，这边有尿尿的。然后这边的话有无障碍的，好，无障碍厕所。OK， 那这边的话呢有在卖卫生纸，所以里面应该是没有提供卫生纸啊，好，应该没有提供卫生纸。好，就这样，简单的介绍，各位朋友，好，可以带家人在过年的时候好来这边逛逛，我真心觉得不错，推荐给各位朋友，拜拜。